乔治，资料照，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雷霆球星 P 乔治 Paul George 今夏有权跳脱合约，家乡在洛杉矶的缘故，回乡效力湖人一直是他家人的愿望。上季也公开喊话想要加入湖人，但美媒报道雷霆有意用顶薪留人，价码将让 P 乔治难以拒绝。他的动向也让两边球迷非常关注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不过现在有消息传出，雷霆的顶薪报价加上 P 乔治与伊戈韦斯布鲁克 Russell Westbrook 相处融洽，让他想继续留在奥城拼一座冠军。今日甜瓜安东尼 Carmelo Anthony 刚宣布夏季不会跳出合约，将会继续为雷霆效力。若夏季三巨头不解散的话，经过一年的磨合，是否能打出更好的战绩，是雷霆球迷最在意的一件事。季后赛 P 乔治出赛六场，场均缴出 24.7 分，6篮板，2.7 助攻。